为什么要舍呢？舍实在讲就是放下啊，六凡要放下，四圣也要放下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。为什么佛教的话？因为本来不可得啊，佛不是无缘无故叫你放下了，叫你放下是真有道理，如果是真有所得，那佛叫你放下是对不起你啊，确确实实不可得。所以有些人说念佛这个法门不是究竟法了啊，我们听了不要受他动摇啊，啊，我们不究竟没错，你那个法究竟吗？你这个法还不如我这个法了，我这个法虽然不能不是真究竟啊，接近究竟啊，我这一关突破了究竟就究竟，但是这一关呢在娑婆世界不容易突破啊。我们用这个方法到极乐世界去，到那边再做突破啊。知道是梦中佛事，要不要做呢？要做。为什么呢？梦没醒嘛，那没能突破嘛。佛教给我们这条道路啊，这就是往清醒的道路上走啊，这才真正可贵呀！啊，真正的难能呐、啊。总之，观一切染净法如梦者，意在通达一切有为法本无可得也。这个是目标的所在。佛讲般若经呢，到这里可以做一个总结，叫我们观一切染净法如梦。染是六凡，净是四圣，染净合起来就是十法界。佛法里面常用莲花做比喻啊，啊，我们造的佛像、菩萨像，啊，无论是站着的、坐着的，都在莲花上。啊，诸位想想，这个有没有道理呢？如果坐坐站坐底下都有一朵莲花，这个多麻烦讨厌嘛，这不多此一举吗？莲花是表法的，不是真的，要懂这个意思啊，不是真的这脚底下有个莲花了啊，诸位一定要懂这个道理。莲花代表的染净都离了啊，莲花了长在污泥里面的那个根呢，生在泥土里面，泥土代表六凡呢，染乏了，莲花那个杆子是在那个水里面，水代表净啊，花呢开在水的上面，染净都离开了，表这个意思啊，不但染要离开呀，净也要离开啊，所以花开在水的上面呢。这个意思显示着六凡我们不染，六道不染，四圣也不染，声闻缘觉菩萨佛也不染，
超越十法界，那不得已说一个一真法界，表这个意思啊。佛菩萨站在莲花上面，就是超越十法界了，代表这个意思。这就是观一切染尽法如梦，莲花表这个意思。意在通达一切有为法，本无可得。为什么要舍呢？舍实在讲就是放下。六凡要放下，四圣也要放下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。为什么佛讲的话？因为本来不可得。佛不是无缘无故叫你放下了，叫你放下是真有道理。如果是真有所得，那佛叫你放下是对不起你。确确实实不可得。我们了解这个现象啊是怎么来的，搞清楚了。现象的存在情形我们也搞清楚了，才知道确确实实不可得。六道如是，十法界亦复如是。所以佛才叫我们通通放下了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这个世界就包括十法界。那么讲到十法界呢，就讲到三千大千世界。一心清净有何可得乎？若有所得了，即非清净矣。作如梦之观，正是照破我法二执之宝镜也。这个比喻的好啊。一心清净就是真心显露，本性显露啊，一心就是真心，就是真如本性。这是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本体，这是自己的本来面目。这个禅宗里都常说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本来面目就是真如本性，就是一心。一心清净啊，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。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所说的，本来无一物。这就是自信，这就是真心，就是自己的本来面目。若有所得了，就不清净。这个意思要懂。要明了，要清楚。我们今天念佛，心里面有没有一物？有啊，有阿弥陀佛了。有六字名号啊，六字四字都一样啊，心里头有一物啊。
有一无就不清净了。所以有些人说念佛这个法门不是究竟法了，我们听了不要受他动摇啊！我们不究竟，没错，你那个法究竟吗？你这个法还不如我这个法了。我这个法虽然不能不是真究竟啊，接近究竟啊，我这一关突破了究竟就究竟，但是这一关呢，在娑婆世界不容易突破啊。我们用这个方法到极乐世界去，到那边再做突破。换一句话说，事不究竟，我换一个环境修行，这个环境太困难了。是什么困难呢？第一个困难，寿命太短了。修行的时间要长，我这个地方的时间不够。这佛在经上讲嘛，修行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，我们寿命还不到一百年，那怎么能成功呢？那不能成功吗？那到了西方世界，寿命是无量寿，三大阿僧祇劫太短了，那个无所谓了。到那里寿命长啊，有的是时间呐，那这才能成就啊。这都是事实真相，一定要把它搞清楚。你要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你就晓得这个世间不可留啊。西方一切无量啊，寿命是第一德了。第一个条件，寿命长啊。那么四种念佛里面，佛教给我们持名念佛啊，你看净土三经、无量寿经叫我们持名。弥陀经也叫我们持名，而观无量寿经说得很好，观想你做不到，观相你做不到啊，最后叫你持名啊。所以那个十六观呢，最后第十六观就是持名念佛啊，所以持名是第十六观。为什么持名有好处呢？这里就有了。若有所得，即非清净的。你要观相，观佛的相，不要说那个报身了，报身是佛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我观不出来了。就算是列应身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你观成了。所谓观成，睁开眼睛佛在你面前，闭着眼睛佛也在你面前，那叫观尘。你修行功夫成就了，那决定往生。那个相我们讲印象多深刻啊，睁眼闭眼相都在面前了。可是有这个相啊，你心不清净啊，必须把相拿掉，你才能恢复清净心啊。观好不容易观成，将来把它拿掉，好不容易拿掉，我说印象太深了，哪有这句名号简单呢？那个名号我们现在名假名嘛，这个名号拿掉容易啊。这就是四种念佛当中为什么佛菩萨劝你持名，是不是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还拿掉，决定不能执着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要执持名号
啊，要靠他了，到极乐世界，到了极乐世界可不能支持了，名号可以念，不能支持啊，支持你的心就不清净。所以拿掉名号容易啊，啊，比拿掉那个形象容易太多太多了。啊，理就在此地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